通讯录的小把戏。快点！什么街舞啊？K-pop 是吧？K-pop 是不是 K-pop 吧？是不是 K-pop 吧？我直接猜是 K-pop 吧？是不是 Black Pink？ 不是不是。Are you like that？ 不是不是不是。有计时哦，30秒哦，给你们30秒时间。好，好，林超 OK 了。好，换嘉怡，嘉怡来了。来，张姐，你说一下吧。我想到都是三个字的。这四个字，扭秧歌、跳大神，不对，女神经，女神经病，你都不对，群魔乱舞，不对。K-pop， 那我们请包菜，扭秧歌，四个字，东北三省，不对，东北三省，那来了，不是、啊、东北秧歌呀，我跟你说，不能加你这个环节做，真的，对你那个就是扭秧歌，那不是我这边吗？舞池女郎。我是哪个舞池女郎会像她那样跳？不是，跳得很妩媚。那我们来看看原版怎么表演的。原版，我们看看原版林超怎么表演的。原版张姐猜啊，原版张姐猜。原版你们再猜四个字，嗯，好像是。等一下，啊，我知道了，什么？啊，极乐净土。对。牛逼，张姐！